希望就有一些歌是那种啊，他怎么会唱这首？这次的老歌占的比例多吗？哦，对不起。这是我们第三次做小巨蛋，我们这次的舞台还蛮特别的，有一个延伸台，前面的人应该伸手可以摸到我的脚。其实我不怕接近人群，是担心我唱的好。但你自己没有遇过，就是演出你觉得比较那种惊险一瞬间的经验吗？走到台前，本来很优雅，那线都没收好了，绊倒吗？啊！直接打到。那怎么办？当下心里起来啊！哎，你很冷静哎，这不是正常人。趴在地上哭啊！我们在一起拜桌，常常因为人很多嘛，就前面一二三这三桌我玩。因为啊，只要人多的时候，他们一直举手要请服务生过来，都看不到啊，所以我就会唱到一半，我就说先停一下，你要什么？炸鸡。这三桌要点什么就直接跟我讲，我们麦克风都快。小巨蛋的门诊，这次的老歌占的比例多吗？哦，对不起。我先去旁边跪了。哎，这段剪掉。因为你一定会有你想要听到的歌，那我也一定会有我想要唱的歌，然后在中间取得平衡。我想要当一个自私。你有开放要网络让大家来点歌吗？哦，没有开放，他们也点啊，就不要理他们。因为通常都是骨灰级铁粉才会点那种，比如说以前的 B 面那种。你会讲 A 面、B 面就是卡带的时期，很多好听的歌都在 B 面。对，那你这次有这种歌曲？当然。就是你想要让他。就希望。一些歌是那种，啊，他怎么会唱这首？所以是哪几首会唱？现在告诉你。所以演唱会那一天，小朋友会去看？会去看。那个好朋友也会去？很多好朋友。我们说的那个会帮你。我又发了从初恋到。真的假的？不要再讲话。开玩笑的。你好，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他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第一个大楼的脚正对我，让我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。阿哥最怕的。Cheers.